国开何在？上将军，请上将军吩咐。你去劝降赵王。上将军，我怎么？我大秦数十万将士在此，你有什么怕的？快去！诺。 志明君，太后，情势如何？我是骊山破敌，秦军已将龙台宫包围。那寡人，那东市们怎么办？愿同大王共赴黄泉。 诸位，我赵人之志不可断。寡人誓死不降擒贼，我等宁死不降。志明君，当真没有退路了吗？赵国可亡，赵人血气有罪，誓死不降。败了就是败，唯有请降，方可活命。！杀了我，尔等也无法存活。放下，把剑都放下。 上将军，赵宗室的人都齐了吗？公子家，公子家不在。妾将赵国王玺于途奉上，请上将军体恤，放过我王。 公元前228年，秦王政19年，
在灭韩两年后，秦将王翦攻陷赵国都城邯郸，俘获赵国最后一位君王赵虔，秦国终于将赵国击败。赵国一灭，我大秦百年夙愿得偿。寡人欲亲赴邯郸。邯郸新客，情势未稳，大王慎重。赵人仇恨大秦，大王即便亲临，恐也难有作为。秦赵之间素有仇隙，今我大秦灭了赵，齐、楚、魏、燕四国定会以为赵人会群起反抗，赵地会陷入动荡。寡人亲赴邯郸，便是为了让天下诸国明白，我大秦一统天下乃是天意，天意所向，万民必归服。上将军，上将军，上将军，诸位将军，诸位将军，凯乃是灭赵的有功之人呐！闭嘴！
此王座不负尊焉。赵，武陵王孝成王，皆算英主，然所作之功业，亦化为灰烬。大王顺应天时，当灭赵地，赵国。 已归附大王，赵人启降，请大王开恩。赵王迁废为数月，赵国宗庙迁至咸阳，仍可祀师祭拜。 谁也活不了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谦儿，莫招惹事端。 赵人桀骜不驯，将士巡查经常遇袭，末将之意，可否严厉镇压？上将军所言极是，赵人明晚时不宜降。大王，尤其是贵戚士人，恐怕会暗中作乱。以上将军之见，需要耗时多久啊？末将看来，需要一两年，邯郸方能复归平顺。太久了。 寡人从未寄望他们能够恢复大清，未央君王晚。臣在，明日开仓，赈济庶民。诺。传寡人诏命，削夺士人封邑，以饷庶民。大王，臣已命旧赵官吏清查账册，核对田亩，以供收缴。赵国的士人惯于作威作福，定会搪塞藏匿。 传令郭开，命他勒令旧赵士人交出封邑。诸位，听说了吗？公子家在代地称王了。大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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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将代郡封地献于新王，祝我大赵复兴。我等如何助大王一臂力？私下商议，且莫为秦人杀去。
地契都带了。 不交出封邑土地，你等到底一一被诛杀。田地乃先人所赐，岂能交给秦人？你不想活了？交出土地，秦王能不杀我等？杀不杀你，跟秦王无关，取决于我。 地契，没有，。谁？ 一千五百九，另外1500九，是我的。大王，陈国开拜见大王。说话。诺。 交上邯郸周边土地10万顷，呈现于大王。不错，办事利落。谢大王过奖。邯郸的贵胄有何反应啊？都怀不臣之心，公子家代帝称王。 世人们也心存侥幸，表面上纳降，可暗地里希望公子家复国。去告诉他们，凡归顺者，寡人一概既往不咎。诺。去吧。谢大王。 我等密议不能为秦人窥探，在下禁不住高谈，愧为朝人。惭愧有何用？国破家亡，秦人肆意掠夺，我等若不反抗，先祖留下这片土地会被秦人尽皆掠夺。对，说的是，我等要为赵国复仇。对，复仇。复仇。目下就有一良机，3日之后，秦王要于邯郸城外祭奠。
我等可趁机刺杀。秦王护卫森严，无法近身。诸位，诸位若是赵人，可共襄此举。豁出去了！我决一起誓，吸血前耻！吸血前耻！你们呐，要不是我出面维护，交出封印，是你们一个个早就成为秦王的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杀！哇！你们干什么？待我等诛杀秦王，再取这个奸贼性命。火烧大殿，将秦军悉数引入宫内，杀！拜见大王。做好准备。撤！撤！放！赵人作乱，在冷台宫四处纵火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事发突然，无法查清。段克将军、王门将军，立刻带人平定叛乱。诺。诺。秦王身边护卫不过数百人，此乃上天垂怜赵国，杀嬴政，复活赵国，杀！
人死不可复生，亡国不可复存。先生谆谆教诲，寡人受益终生。进百步，八十步了。
所为？邯郸庶民已归顺大王，应是旧照世人余孽。在邯郸十邑，600担以上的士人全部斩首，豪门还有富商全都前去咸阳。令江太后久居方衙故里之人全部更杀，九原新朝寡人就此了断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纵横天下，今时以来，赵更是我大晋一统天下道路上之劲敌。燃冰有火也，不急自焚。中华为一抔焦土，咎由自取啊，也令人叹息。我要见大王！我要见大王！带他过来。诺。带上来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赵人谋反，实属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凯愿追随大王左右。郭凯，你贪婪炽盛，满腹私心，我秦国留你何用？廷尉大人，此生我刺杀李牧，献出邯郸，收缴赵人封邑，请为开金眼呐。你借收缴士人封邑之机，中饱私囊，乃邯郸祸乱之罪魁祸首。诬陷，大王，这纯属诬陷呐！大王，刑法以证论罪，现已查有实证，你还信口抵赖，不知悔改，冤枉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王，臣请治郭开之罪。廷尉大人。烹了，诺。烹杀。咸阳来报，太后病危了。
秦王竟然灭了韩赵，形势巨变，楚人当即可与魏燕及三国合盟，方才能抵御强秦呢。柱国之言，乃我楚人共识。可汗令尹蛊惑大王，双耳不闻天下事，整天沉溺于酒池肉林当中，还望柱国为我楚国挺身而出。 燕，谏言大王都被令尹阻拦。如今唯有一计，可保我社稷宗庙。如何？除掉令尹，此事干系重大。公子。魏决议未出雄勇，恳请柱国相助。公子，曲景昭三族与令尹过从甚密，柱国顾不了这些了。事成之后，楚国上下必遵柱国之计，联合齐、魏、燕，对抗强秦。 一曲昨夜风凉，岂堪思夜半黄？寂寞。